时间中场下跌一点啊，离这个选举剩下最后一个交易日，离农历年封关也不过四个交易日。可是我们看到目前美国股市到底能够创新高，今晚上不做了连结。可我们看到欧洲问题不断的扩大，包括会议最新的一个报告都指出意大利风险不断的扩大哦。所以到底做观察，请锁定今晚上7:55，57金钱报。